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彭尊，彭尊。每次都主持职业赛，今天来点不一样的。这比赛我听很久了，就是交大跟清大的梅竹赛。那这两校的对决，我很多朋友曾经在比赛，还有包含了新竹球王陈立焕。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机会遇到他？最近没有在球场上看到他。那这个比赛特别在哪？为什么这么多人，然后整场爆满这么疯狂呢？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交大的同学 Jason。交大吧，交大，交大，确定是交大，这里是应该是交大啦。有时候怕会讲错，因为两校之间是不容许讲错的，绝对不行，绝对不行，绝对不能讲。今天是世仇，那我想问，这比赛特别在哪？为什么大家这么的疯狂？就是主要是这比赛已经就是办了56年了，哇，56年，历史非常悠久。每到这个时候，大家就会非常的紧张，对两校的。对，特别是这两校，第一个就是这两校很多时候在填写志愿的时候会遇到嘛，是，然后又是在新竹这地方，一山不容二虎的感觉。那这个比赛，你说它是为期多久？维持3天。那这中间有比什么？有比什么运动？不是只有篮球吗？对，射箭也有新的，对，因为是看太多全民运动会，还有西洋棋，静态的我们比赛也有，静态的比赛也有一点。然后今天的篮球，会有一些特别规则，是因为其实交大跟清大都过去都是有收体制生的体育自由生，那现在还有这个传统吗？就是因为梅竹赛是一个，就是我们会希望它是一个可以是一般生特别的舞台，所以会打公开组比赛的球员，我们就是在场边加油就好，把这个亮丽的舞台留给一般组的同学。对，换其他发挥。但过去的时候其实是会，他们体制生可以上一节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一三节嘛，我记得。有点像洋将制度那样。啊、对，以前像洋将。对。然后我们现在就进去看，你们很，我刚后面进去看，哇，他们还有摊位，是学长是不是？是，就是校友会赞助的、啊。然后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学生级别球赛，我跟你讲。不夸张，比 UBA 人还多。交大走右边，清大走左边，他们从这边开始就已经分界。不可能，大家已经在热身了吧？这边还有球员海报，太扯了吧！今天我会主持两场，一场是交大对清大的女篮，然后比完赛之后休息20分钟，然后就会是清大跟交大男篮的比赛。讲每次那个拿到名单，最怕就念错别人名字，然后你会突然觉得自己中文变超烂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都会写注音，我都害怕念错了。
妈没有一天主持两场，我要趁现在赶快去上厕所。那我觉得学生篮球还是很感动啊，他们一打完，有些球员就哭了，那个学生才有的热，那个感动，你知道吗？热情。先上厕所，等一下听说男篮会有更多的球员粉丝进来。大家听说篮球赛今日最后一场赛事，清华大学男篮征战阳明交大，双方球员准备就绪。郭凯、林玉璇、阳明交大以及清华大学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开球嘉宾——交大助教 ，A.K.A. 新足球王陈立宽。这场赛事也结束了，最后是由今天都两场都是由阳明交大拿下胜利。然后我们今天是6点来，两场结束大概10点多。
全部的球迷都完全还没有走，然后其实比赛结束之后，有些球迷哭啊，我觉得那感觉像是回到那种 HBO， 因为我觉得 UBA 都没有他们打的这么的，就是热血跟感动，他们真的是，花了很多时间，然后把每，因为他们都不同科系，然后最后组成一队在这边。等一下呢，时间来得及的话，等一下我就抓一下陈立焕来访问一下。立焕，最近在忙什么？等一下来问一下好不好？谢谢。交大了，交大了。交大太明显了，反正看就知道谁是交大，看这种脸就知道全都是交大。这个笑容藏不住啊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恭喜毕业，恭喜毕业！毕业两次了，辛苦了，双学位啊！我一直都在看你。啊，恭喜！恭喜！这是你的首胜吗？说执教吗？执教首胜没有啦，去年带大安杯有赢了。大专对啊，大安杯有赢了。没，那没足第一场，因为去年。整体来讲，应该是清大赢了。对，清大赢了。所以你们需要这个点数，非常需要。对对对对，因为去年我也没有空来球队，对啊，没有空回来球队。去年自己本身也有赛事的嘛。啊，今年没出赛，我就只想问到这边啦，因为这不是大家想知道。你最近在忙什么？你现在忙什么？最近就是养伤嘛，复健啊。对啊，因为我就是前阵去开个刀啊，开刀，然后到赛季前，我几乎都是没有办法对抗的状态。啊，对，这个赛季可能就没有打了，之后打不打也我也不知道，再说了。所以，但至少这个时间，养伤之外就来帮忙一下。对对对，因为我在这边复健嘛，我在这边就是教练借我场地复健， okay. 然后就每天报到，然后当然我其实有在有一些别的事情在做，但还不能透露。对对对，有些别的事情在做，但是复健也是我，毕竟脚还是要好，然后复健还是有做，而且我打篮球也是喜欢。那立焕，你是不会把话说死的，会不会再继续打出来？还是要问啊，没有，对啊，对啊，没有，就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对啊。好啦，不好意思各位，我也没办法帮大家问出更多啊。那还是我觉得这里的气氛就真的是，刚因为跟我讲说，你现在看那么职业，回来看学生，那想一想还是很热血。对啊，我刚跟同事说，会不会平常在主持国王，来主持这个大专杯的比赛，会不会觉得说，强度有落差？但是同事回我说，看起来格外的热血，有点像在看，我觉得有点像在看灌篮高手。我自己在场边执教，我会觉得有点像在看灌篮高手的。我想你到时候看那个我的劳保单，你也会很感动。这个价码我也敢来，这可以录了吗？这可以录，这可以录了。我是真的很想要来主持这个。以前我们从教大打，然后都常听到说哇，民族赛怎么样？我都不管开多少，我都来。然后他开的价钱，还是管一下好了。真的是蛮好玩的。那立焕未来的动向呢？我们也非常期待，因为不管你是在球场，或是球场之外，其实我们也都蛮期待，因为同时呢，我们大家知道你打球，但是你还有交大荣誉校友的一个光环，说背负的一个又会打球，可能就会读书。没有没有，我们也很期待之后立焕去哪。主要是说自己年纪也蛮大的，所以想，其实今年是想的也蛮多，所以。有很多的考量，所以未来怎么样，真的还没有办法确定。那爱打球的心不会变，爱篮球的心也不会变，对啊。所以包括我回来帮忙母校，都是因为真的很喜欢这件事。跟我觉得跟很多外面的说法什么的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，主要就是一份热爱，对篮球真的是很喜欢。对，好，我们首先恭喜立焕在那个美足拿到一胜，然后呢，今天呢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，也恭喜你一个技术犯规，也是我帮你讲的。人生第一个执教技术犯规，执教技术犯规，陈立焕技术犯规，没办法，生气了。好，谢谢立焕，然后也非常感谢阳明交通大学以及清华大学在这么感人的赛事，那我们就球场见了，拜拜。就是看刚刚机长他们会理我，可以，哎，不是要一排啊，只有一个，不好意思。